咧，今到底系叫朋友呐？一下做那落听听咯，看伊点解叫我按菜果按恁个咧，按恁哦，哎呦，菜果，根本就是叫我咧跪下咧疯疯个咧，今伊到底要用来，我看发生什么个事情？哪个讲？阿妹，以前那个下腿不行。哈？你要讲那米下腿不行？哎呦，你讲下退风出来了，不能给张上到哦。那个不易的啊，这个火爆水都是山。那他一开始搞哦，这个粉粉议论，还不能来支持亮亮哟。哎呦，我主公啊，哪落公司的嘞？那哦，免得你哪落公司挂的人来去我安排。另外哦，如果一整个某人哦，按不低档次，可不可啊？这个风很出墙哦，有数不三同意在双人，还没到那个事情，阿妹，你要做什么？有没有你这样讲？那个亲生某人，那个做饭给阿妹一起两个，那个心情也最低，跟他有可能这样给亲生的。纷纷你又怎么就这个大王来讲你？杨丽，你要做哪做嘛东西？爹，爹，我不给你钱做出来，爹不如好你，还做你爸讲你。阿妹，你阿老公做无爱面哈，你风很出笑，你做哪你就出来？我哪有可能我来收留你？我连喊他收留你，我都不太去敢讲，我算了，一直在犯来的。阿玲姨，我做的，像你阿玲姨来这么好。要尊重你这没用嘛，你都信的，你要信你们信了吗？祝会到吧其实你阿爸在身边，听来都地方的蔬菜卖点对味食剩饭，来好好栽培你，不你读书都是这，那太扯味干，做阿爸你也无干涉，那真是孟子圣量啊！爸爸，
来滴啦。你又讲啊，婆婆那些头发，伊遐个乖乖，叫海拜，妈妈就会做落嘞。所以婆婆唔敢叫，那你遐个头发，对妈妈做落一家团结。说冒死，见过阿东爷，人家兄弟阿妹呢，小心伊呵。唔系阿爸按母亲的多，按亲戚。阿爸最近无心无想，伤心以后，我定在阿爸面前喊出阿妹两字。爸爸，爸爸，你莫说，你莫听，那不会再讲嘞，绝对不会讲。天啊，你这么有钱啊！没师傅，该叫牙狗上啊！小凡，行开条路。马上！该见面来对点比较亲密的点嘛？亲，这帮事，亲密做嘛来呀哈？以后没分歧没？流传到流传啊！你爹给你呐，戆啊，又嘛安容易啊？哎，没戆。爹，你阿婆娘在于哪里？还没你爷做饭，你已经叫出去了啊！你哪里叫出去的啊？叫得好，叫得妙啊！创啊，当然叫得好啊！还出生一两三年啦，你莫定还莫出钱去！哎，马上马上马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你阿妈做事。你不能压迫。你今天还来骂啥嘛哈？还你骂啥？你还没退国术哈？爸，你还骂啥意思啊？千祈莫谈到，莫插起来到，啊，无礼貌的，无正常的师傅啦。唔系无正常，也无正常啊。功夫的骗徒啦。来，刘谦，其实我讲你个演员不一定，我叫他用说你第四滴血不滴起你啊。哎，见你黑嘛，我讲你讲，我咪骗啥？我只会管你娘啊。平常你爱骗钱，爱骗色嘛。你当初的流传暗号骗的吗？哎，咱唔讲啊！伊明明就野无双，伊还有做安胎，讲伊观世音菩萨，伊骗鬼做的了。你那么相信贷款的法？哎呦！眼睛出现，刘谦啊，刘谦，我这个师傅那是无来做的变法，伊老爷该家后出的，就是有眼无分啊。今天你父亲出来分开了，那咱子弟啊，要来谈丧事，娘在家后也有危险的蔬菜，你赶快对待，指点明仪，其他是为我死去的相爱。是叔爷，是叔爷。圣云菩萨，有把你知道，秘密夫妇，看圣云菩萨对我指点，看母亲出现有危险，可能遇到一件事情，他转去偷我家，可能转去我家面上，你随我来，走吧。那两公婆受伤，一时冲突，还是小李认输。他讲伊阿翠莲有危险，翠莲伊阿，你们做什么查事情嘛？翠莲啊，错啦，他阿基有转了，阿唔讲咪教他吼，等阿啦，先讲伊风海出桥，我嘛阿无面子，所以嘛做那个局长，那有哪几个嘛，阿死都死拢来啦，好，太热啦，莫不啊，你讲过来打几多？莫不，叫叫，就是你。